玩的时候，有时候左边晃右边晃的时候，对，然后他就从旁边屁股注意一下这样子。哎，对，好，回来。我们有向我们的地方党部去了解哈，一开始我们到天后宫这边来做致意拜访的时候呢，有了解到说他们在当天庙方有要召开里监事会议。那因为我们考量说要召开里监事会议，担心说主席到场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原本的例会，也因此我们就没有在当天排入这个行程。那我觉得可能是沟通上出现了一些误会。那今天这两天好像我们的同仁也有去做一个沟通跟致意，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当然还会很积极的看是不是能够再将这个行程给排入。那就是鹿港老街，也是古迹保存区。这个鹿港老街应该算是台湾这种传统闽式建筑保存最完整的一条街道。新主宫就是我们鹿港新的妈祖庙哈，新的天后宫叫新主宫哈。那以前是乾隆皇帝用官银，他现在给穿戴的乾隆。小心小心，恭喜我们新主宫。好，那我们天妈祖的话有天后宫，然后跟我们新主宫。那我们新主宫的话，它也是那个算我们关庙的天后宫。好，那前面的话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碑文哈，就是文武官员自此下马的一个碑文在右前方。对，Thank you.
高级的，高级的，我把它做成自动的白人。对，鸡肉先生，是老板娘做的。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哎，这样走的真的是选手吗？有选手用走的，受到阿北督促，突然开始跑起来哦。阿北来帮你们加油了，加油！哎，你们用走的怎么会带这么选美？来，开始，阿北，来开戏。加油！哇，为你加油！哇，这个阿兔仔会不会讲国语？因为田中马拉松已经到今年已经举办了第12届了，那它已经是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大型马拉松赛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外籍的选手愿意来参加这样的赛事，也算是替台湾增添一点知名度啊。这个跑步姿势不是很优良，应该撑不久才对。我跑步前面，已经加油了。我是田顿员的，我都忍不住要。加油！这个显然跟我们台北马拉松不同的风味，因为它怎么讲，社区触动的比较多，不过它规模变小一点了，不过还是很好玩的。好，拜拜。